对呀、啊。对啊，怎么可以乱丢人家？阿伯还买蛋蛋来耶。小乖没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看看是什么东西。来来，打开。哇塞！哇，是 super 面。超人耶！对呀、啊，哇，你看他哦，又买甜的，我还没吃。来，先打开。哇！我想要这一个。啊，小乖没有，小乖拿盒子。好，给小乖一个盒子，因为你丢我，你又没有道歉。来，我拿去给乖乖。哦。你。哦，你丢我哟。这是一个蛋蛋。对啊，然后刚刚说你丢人家要跟我道歉，说没有，然后你又拿东西丢我。不可以这样，你跟阿伯说对不起。以后可以这样吗？不行哦。哦，好，那以后不可以这样子喽。好、哦，那这个蛋蛋给你。爸爸谢谢。哦，一人一个蛋蛋哈。那可以先打开吗？哦，小乖子要啃物件，给我啃呢。你先吃再开，好、啊、先吃东西要不要？你们先打开看玩具啊，然后巧克力等一下再吃好吗？好、啊。哦，你们先把那个饭吃完再吃巧克力。你也会打开哦？哇，怎么来这里看小鸟啊？错，不知道是专门打吧？好，你自己看。哇，你的小玩具是这个超人呢？哦，那拿去垃圾桶丢掉。啊，小乖是谁？我是这个厉害。有谁可以帮小乖打开吗？你的丢垃圾桶吧。我。你。对，我的。哦。哇，这个是超人的。这边，我这里，阿爸，我这里说，我有这个玩具。哦，这是欧老师哦，还可以这样。哇，他的头怎么屁股转到前面呢、啊？嗯。小乖是谁？你是坏人。哇。小乖的是吸血鬼，哦，红色的，那你要收好哦。红色的是闪电侠。闪电侠，小乖的是吸血鬼。